洪台街当米店出来看电视，也当逛街吃物件、佚佗。但是透过各个团的团员，说起来联系各个。透过各个团是由当地喜爱各个民众所组成的。在公社活动也是社团成果发表会，让咱看到这个乐团的演出。最近因阁要去一间老人院表演，虽然放风台假，但是早起天气也袂歹，团员就利用这次意外假期来拜年。今天是我们放台风假嘛，哈，那公所都有成立灾害应变中心，那整个公所是今天是有上班的，所以我就召集我们土库镇公所的国乐团哈啊，趁台风假大家有空的时候呢，一起到我们镇公所活动中心，大家一起来团练。准备好讲哦，我们要去那个新乐园老人教养的养老院去表演，所以利用今仔日大家来练习。平常时，这团员拢是利用假日的暗时才来做伙练习。不过，这个意外练习机会无时间压力，大家是更加轻松来面对拜年。我在农会上班，今天放台风假，因为对国乐很有兴趣，所以又出来学国乐，放东红台过来练习，心情现在无感冒。很轻松啊，不用上班，很轻松。今无缘无故台风假，干嘛要趁着一天的感觉？有这种感觉。该要做的防备都做好了，所以大家才可以出来这个练这个国乐团。嘿，实在是台风来是多准备好，多准备好要准备啊，不然到该要搬的要搬啊，所以不然雨来的毁事来的会来不及的，真的是来不及。透过各个团用音乐来鼓励自己，同时也用音乐来和大家分享，大家抱着欢喜心情过了一个无同的风台假期。记者李炳安采访报道。